好危险啊！所以好危险，所以这个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哎哎哎，没有，没有人理我，我想回日本啦。叔叔，你想回日本吗？我可以带你回去哦。这干嘛？喂，荞麦地。哎嗨，宝姐。我找到适合宣传岩手县的人喽。真的吗？岩手县。我现在就把他送过去给你。什么意思？我去哪里啊？在枫红的秋天和樱花盛开的春天时，台湾和岩手县的花卷间有定期班机运行，时间跟从东京到关西的时间一样哦。不是啦，为什么我穿这个衣服啦？哎，没什么新衣服。你やってるじゃない。不是，我是大姐，我是粘土。大姐啦，如果速度快的话，じゃ早速始めるよ。哎，不理我了。哎，里面是什么呢？没什么新衣服。松尾翔と言ったら金色堂だよね。じゃPR よろしく。好吧，我就带坏了呢。ではお手紙拝見して、今見てきたものを説明してもらおうかな。好吧，就是里面ギムシャシャ、非常ギムシャシャ这个角度来看，也是ギムシャシャ这个角度来看。写信给你的话，早そうだね。那我的解释到底干嘛呢？装过去后，我的线心被净化。じゃあ行ってみますね。失礼します。我有什么变化吗？我有吗？这有点。きれいにして、金に。我有变化，有变化，我有效果，重生啦！什么？就是拍偶像剧也可以，主角也就是。没办法，还是可以主角什么可以都可以了 ，OK 了。还有什么就是，通告很多通告给我，好了吧，谢谢，拜托。哎呦，哇，又是寺庙，有没有其他的更好玩的地方呢？到底是？行かなくていいのかな。ここにはすごいご利益があるのにな。真的吗？那我没办法，还是要去的。哪里有好运？我听说这里墙壁有小大火的脸啊，在哪里啊？看到了。我现在才发现了，他的鼻子跟我的鼻子很像啊！好，朋友们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岩石跟寺庙粘在一起的感觉哦。好了，笑了半天。到底在哪里有好运呢？在哪里呢？到底啊？怎么？哎，没消息。それがクイズだよ。那是对不对？ピポン。哇，太好了！真的吗？发展，好辛苦你，不是，我就是。好
好美的溪流啊！我有肚子饿，哎呦！お団子食べる？哎，可以吗？好的，好的。じゃあクイズに正解したらね。哦，好，好吧，好吧。啊，我有自信，一定要，应该是一。哎，我的丸子，我要吃，我要吃丸子，我的。後ろ後ろ。哎，丸子，丸子飞过来。